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神爱你这个灵魂胜过全世界。再对我自己说，神爱我胜过全世界。神爱我胜过全世界。感谢主啊，我昨天通过学习学到了，学会了就是说如何默想神的话，然后跟上帝有一个就是说能安静自己的心，能听到上帝的话语。今天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实行。有2分钟的时间，希望我们大家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来默想神。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再默想一下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有很多时候看见不信的人，不信上帝的时候却不认识自己。但是我们已经信上帝了，有的时候不靠上帝的话语光照，我们仍然还是不够认识自己。那以下希望我们能默想这两个话题：神是怎样的神，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大大的来充满我，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上帝你的恩典，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神你的精兵，合乎主用。也愿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同心合意，也将我们自己摆上，真正的把自己献给自己，而不是献上自己。也求神你来祝福，因为我们在前面侍奉的真是有很多的不足，也愿使我们每个人在与人有嫌隙的时候，因为自己都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愿圣灵时时刻刻的来带领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常常醒察在神你的面前。也愿神也来保守我们胜过一切的软弱和魔鬼撒旦在一切的攻击和一切的环境。也求神你来祝福今天的敬拜，也从头至尾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使我们的敬拜能够得神你的喜悦。也愿我们的敬拜与天使天君能够一起来同欢喜同快乐。也求神你来祝福你的仆人岳牧师，透过他的口，求神你来亲自的帮助他，透过他来彰显神你的大能，也借着他的口来传讲神你天国的奥秘，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神你的旨意。也愿神你来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感谢赞美你。以上不住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